我好喜欢你。这么重要的事都瞒着我，难道我也要遭遇三个月法则？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？我又不是麻雀，非得每天叽叽喳喳的才叫开心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看到你那么低气压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既然你想知道，好啊，那我问你，你跟林小薇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治疗失忆的事情不告诉我，偏偏让他陪着你？你怎么知道他陪着我？你跟踪我？你别岔开话题好不好？现在不是说跟不跟踪的问题。发什么呆呢？没什么。还说没什么？你看看，满脸写着不开心。其实我就是饿了。走。干嘛？干嘛带我来这里啊？不是说吃甜品会让人心情好一点吗？看不出来，花样还挺多。